嫂子，你把碗刷了再走啊？这孩子都哭了，我得去给他喂奶。孩子嘛，哭两声没事儿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来了。你吃完饭不知道把碗刷了吗？哦，我这刷，我刷。嗯嗯嗯。哎，孙秘书。哎，杨总。这样，9点会议取消，我在刷碗呢。哎呦，这次会议很重要，欠三面很广。这样啊。行，那我先过去吧。你要去哪儿啊？今天这个碗你要是刷不完，你就别想走。琪琪，这个碗我来刷，我来刷。哎妈，您看您说的，这小姑子交代给我的任务，怎么能让你做呢？就让他说。妈，卫生间那么多衣服都快溢出来了，你也不知道让我嫂子洗洗。你小声一点，让你嫂子听到了。咋了？你早上不是还让她洗衣服吗？嫂子为难这个家够辛苦的了，怎么还能让她洗衣服呢？以后咱们家的衣服给她洗。妈，你没发烧吧？你才发烧呢，赶紧洗衣服去。海洋，做饭了没有啊？我饿了。别喊了，海洋没在家，赶紧洗手做饭去，我饿了。没在家？别打了，手机都忘了。妈，您放心，我呀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哥，这人怎么还不来啊？等等，你放心，这次给你介绍的，包你满意。什么满意不满意的？人家肚子都饿了，那好划算啊！嫂子，喂，嫂子，我哥在我旁边呢。喂，媳妇儿。我这就回去，这就回去。哎，哥，你别跑啊！我人还没见着呢。哎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别提了，这回连人都没见着。是你丑，没敢见你啊？我哪丑？我丑啊，丑也随你。行了，别贫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别提了妈，我正伸长脖子等着呢，我嫂子一个电话，我哥就跑回来了。喏，鞋都跑掉了。不是，为什么呀？为啥？说我哥没做午饭、啊。海洋，你以后如果再给我做饭这么晚，你晚上就给我睡沙发，听见了没有？媳妇儿，你放心，以后我就算有天大的事儿，我一定按时给你做饭。妈，您放心，以后再也不让你吃饭吃这么晚了啊。小倩还躺在沙发上玩，你看这地脏的，你就不能拖拖啊？嫂子，走！哎，你可别喊了，你听我一句劝，有时间啊，咱们把卫生打扫一下就行了，可别喊他了。对，我长进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嫂子才是这个。媳妇儿，你处理1000块钱去哪儿了？哦，我拿去交电费了。交电费？不是大姐，你拿我钱交电费？什么你的我的？咱俩不都一家人吗？你看你说的，以前不是你掏吗？我不是这个月工资没发吗？得，发了记得还我啊。行。老公，我这不是月份大了吗？最近腰也比较疼，要不然今天你做饭吧。咱不是说好的吗？你做饭，我刷碗，这样才公平。不是今天腰疼的厉害吗？腰疼。哪个女人不怀孕啊？就你矫情、啊。去。行，去做。儿媳妇，怎么了这是？妈，我最近腰疼的比较厉害，我今天啊想让海洋替我做次饭，他不做，非得让我做。咱不是说好了吗？分工明确的，一会儿我刷碗就得了。再说了。现在都男女平等。儿媳妇，你先坐下休息。
去做饭。哎，琪琪，你干嘛去啊？啊，妈，我去洗衣服去。这不都是他的衣服吗？啊，那你给他洗，这样公平吗？来。哎，儿媳妇，干嘛去啊？妈，大宝放学了，我去接孩子。 接什么接呀？这以后家里接孩子的事情呀，你少掺和。再说了，你负责生，他就负责看，这样公平。哎，妈，我是那个意思吗？妈，那你什么意思？啊，当你利益受损的时候，你就讲公平；当你赚便宜的时候，你又装作不知道。哪有那么好的事？作为你的媳妇，她要的是你对她的理解和偏爱。 那你凭什么要求他和你平等？你凭什么要求他？我给你生儿育女，又要为你赚钱养家？儿子，我告诉你，只有最没出息的男人在外面受了天大的委屈都不说，回到家里和媳妇因为一点柴米油盐犟醋茶斤斤计较。我跟你说，如果夫妻之间只剩下算计，那这样的男人就不会有婚姻。这个家是两个人的。 这个夫妻同心，这个家才能经营好，家和才能万事兴。妈，我错了，媳妇儿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不这样。妹妹，怎么了哥？吓我一跳！你是不是又跟你嫂子说咱们家 AA 制呀？对呀，他又不是不挣钱。再说了，为家里分担点多正常呀。 他跟你吵架啦？我这个脑子呀，哎呀！沈飞，刚打车50，你涨20，来，就这样。我看他最近是挑了。嗯，嫂子，你洗衣服啊？对啊。你给我领2件也揉了呗。你也要洗啊？嗯。那你这衣服掉色吗？啊，黑的那天找色。行，掉色得另加钱。嫂子，洗个衣服还要钱呀？ 那当然了，我用自己的劳动成果赚钱。你要是不想洗啊，给你，我一会儿给你就是了。嗯，老婆，做饭没有？饿了。啊，饭呀，一人三食，跑腿费每人5块，一共35，先攒钱后吃饭。嫂子，下馆子哪有这么多钱呀？还有，我看你最近真的是拿着鸡毛当令箭，太上头了。我单方面宣布啊，这个 AA 制取消了。 你买饭做饭去。哎，小妹，这 AA 制可是你提出来的，怎么能说取消就取消呢？再说了，你们如果觉得35块钱贵啊，那你们就拿着35块钱自己下馆子，我不伺候。妹妹，这35哪够下馆子的？要不你请我？我哪有那么多钱呀？